欢迎收看国光帮忙，美女副驾来袭，你还有办法紧握方向盘吗？所以我觉得就是光天化日之下，好像到了一个移动式酒店的感觉。移动式酒店，不要站太久了，不要换一边。58位啊，到新竹了。三立到你没钱不要干了，去开计程车赚钱。哇塞！哇塞！他脚放在你哪里啊？我一直是新来的人。我在扎指甲。你脚放下去，我觉得再正的女生，管你再性感，我再喜欢你，你竟然给我脚放下去。对呀。哦，就很想从那个缝下面这样。对呀。女生就爱吃零食嘛，尤其长途。不是，可是有些女生吃零食会掉了你整个车都是。你是跟什么张女人交往吗？是一整个呀。你摆一点像这种乖乖的女孩子不好吗？对呀、啊，对呀、啊，你看干干净净多好啊！就把那种那么性感的下身那边都很。帮忙，孙萌，哎，我全完，哎，你好，注意了，正妹大便车，你的手还能紧握方向盘吗？可以啊，能可以啊 ，OK 的，我都握，排量感，这么正直，是不是？自己的冲动是，自己的排量感，好吧，来，这个最近啊，因为这个低头族越来越多。这个状况越来越严重，所以导致呢这个交通这个事件频传。在这里呢，我们特别要呼吁各位，开车不低头，低头不开车。啊，因为呢，宣导可能比较难一点。不是的，因为现在不管是行人也好，开车也好，你看，就算你一个行人，你在过马路的时候，你低头其实也是很危险，危险。什么？你注意看那个，只要停红灯，那个摩托车只要一停下来，就他一停下来立刻就是，对不对？嗯，那是骑车的，连行人都一样，大家都一样。所以说，交通安全人人有责，这个事情是我们从小就耳熟能详的一个所谓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常识。那现在好像没有人这样，像我那天看一个人过马路，他疯了，怎样？就是斑马线嘛，然后这边很多车在右转，大家不是要等？我们现在一定都会等行人先走。对对对，他大哥这样走到一半，这样就在路中间哦，他突然这样，哎，掏手机开始拍照，拍101，不是，他是拍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小楼，光啊。哦，我觉得这样都不行，因为你这样子可能会阻碍很多人，所以将来自由过头了。对对对，所以说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就撞死你！哎，不能犯法，不能犯法，对，撞到半残就可以了。没有，就是说真的，交通宣导。我跟你讲，贵节目本来就不是走这种正经宣导路线，为什么今天硬要弄个叫主持人才印象深刻？所以刚刚你们听起来就怪怪的，对不对？好像不是这样来国光的。我们都是歪打正着的啦。我们就是要宣导，手要握方向盘。对，手握方向盘。但是正妹在旁边，好不好？安全驾驶，然后正妹打挡，正妹打挡，正妹打挡，拉手刹车。请问四位。一般人来讲，男人都很自负，觉得说男人比较会开车，一定的嘛。对。那请问一下，你开车的时候，你什么时候会分心？什么事情会让您分心？开车的时候，什么事情会让我上弦月？上弦月出现的时候，然后月亮就有下面这样亮。滴滴，没有这件事情。开车你在困的时候，想要抽烟，在点火这个动作会分心哦，危险。对，我几次出事都是因为这样。哎，真的，以前我们小时候有一个老师就是这样出事，然后出了一个很大的车祸。他没事，他的家人走了。哎呦，哇塞，真的很惨，真的不能开车点烟。我想起来了，对不对？那个真的很悲惨。现在很多人嘛，开车弄手机，就手机掉下去，
前手一剪，对，刹那就出事，对对对，天长，天长，对对对，刹那间就走了。我出过一个最大，我出过一次，因为点烟最大的事情，人没事，车也没事，但是很离奇。可是这个吓到我，我就从那时候住林口，是，我要到台北工作，就大概刚过了三重，好就点了个火，然后找不到那我点烟器是坏的，就只能找打火机，打火机还没什么火。所以就你知道没什么火，你就要你的分心会就硬要有火，恰恰恰，对，次数会增加，点不着嘛，次数会增加。我真的在一个瞬间这样，擦啊，我车就刷，我人都还没抬起来，车就失速了，刷，就这样，啪，高速公路在那个三重那段，这样啪啪原地转了两圈，然后转了两圈，我没有撞到任何东西，起来之后在龟山 ，no， 撞了两圈以后。对，然后土地公就告诉我说。三重，然后要绕了两圈，最绝的是绕了两圈以后，我车头一样朝前面，然后车没有停，继续动。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害怕嘛，因为害怕其他的车万一怎么样，所以就看了一眼后视镜。后视镜里面所有车都以为这个人不知道怎么了，所有人几乎停在那边，没有人走，也没有人超过，吓到了。对，结果我一路到建国后面都没有任何一部车。觉得前面靠近掉了，对，觉得前面离他远一点，对，接近他了，太危险，这太危险，对。好，什么事情会让你开车分心？因为我们以前住美国，我们都是习惯看路牌，跟看地图，跟凭记忆在开车的。所以你突然就是有个 GPS 在那边叫你怎么开，哦，你现在到了什么57往南走，他就会跟你讲，会有那个声音，又有那个画面。但是我的已经习惯是要看路牌在开车，跟凭记忆那个画面的，所以那个就会被那个 GPS 很扰乱，干扰，就会被分心。而且 GPS 有时候。走的不是正确的，你知道吗？对对对对对，他自以为正确。对，有一次我是绕路，我找不到路，然后我就先开，我想说啊，这先知道在哪里。对对对，就明明有一条路，我就这样下去右转到，他要叫我去转，轻轻擦擦，轻轻轻。对，都是这样讨厌。他都要告诉你的不是最近的路，都是很麻烦的路。奇怪，我还导而且你只要不照他走，就他就生气。比方说箭头应该找前面，对不对？好，你改了，他不理你，他箭头还是这样走这样。你明明就是走直的，可是箭头是横的。还有，因为 GPS 有的软体不是很好，所以比如说它有分高架，上桥不上桥，对，可是它说你就一直走一直走，那我们有时候走在慢车道，它就一直走，其实应该要上桥，就一直走一直走，然后就穿过一个水门，那前面就淡水，对，它就就看这个桥是说请继续走，对，前面就继续走，没错，继续走，你为什么不走？你为什么不走？不要怕，走。更人性化，越的 GPS 太人性化了。相机有这种问题啊？对对对，高架跟平面嘛不一样。对对对，那唯一什么会让你分心？照后镜啊？不是，因为我们在开的时候有鬼吗？不是，这个又有可能。但是就是你开车的时候，你常常前面，因为我们靠比较外面的时候，你旁边看到某个人背影啊，你总是会想要看一下正面长什么样子嘛。哦，那不是因为照后镜，是因为你色，不是因为太色了。男的有时候也要看一下嘛。是，总之男的也要。你看男的干嘛？你看男的干嘛？都看。然后就是有时候就是开过去的时候，你因为你这样他过的时候，你瞄一眼也看不清楚嘛。所以你就会想说，那就从那个镜子看清楚他到底长什么样。但常常一回头就就偏了。你是干哪一行的、啊？你这么喜欢看清楚人家？他想看，想看正妹。你在车上也会吃零食哦？对啊，你是马子啊？啊？不是吃零食，自己开的时候，他刚刚已经说他连男生都看了，你说不行啊，危险！怎么会在车上吃东西呢？没有男生会边开边吃零食，不会，我 OK， 我可以让别人在我车上吃东西，不要只要喝汤就好。不是你管你 O 不 OK， 我们不 OK 啊？怎么会有人开车吃东西呢？对啊，男的嘞，怪哦 ，OK 吧？那旁边摆什么火锅？我下次试试。哇塞！哦，很难得看到男生开车会吃东西，很难得，真的。我们都是被女孩子喂。在车上让我分心的事情其实很多，因为我们处女座有洁癖，就是可能旁边载人的话，如果他一直发出稀稀疏疏的声音，或者是旁边就像刚刚他吃东西、喝饮料用什么，我会就是很担心说他等下会不会？你刚刚说什么？不是，我说你太直接了，这样。对不起，我说你忘记佛祖了。对不起。来这个节目太 free 了，太自在了。对，我说，就是想说，他等一下会不会东西掉下来？他喝饮料会不会滴下来？他干嘛会不会掉下来？因为我们有洁癖，我在车上不抽烟、不吃东西、不喝饮料。开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事情？就是坐在副驾的那个人太重要。对，你觉得什么事情坐副驾的人做的事情受不了？
就是女生那个茶缸脚给你放在那个仪表板上。你为什么要把我的脚掉？你也受不了这个，我也受不了这个。对，因为我觉得在正的女生，管你再性感，我再喜欢你，一进来给我脚乱夹。我就觉得你他妈滚！而且最可恶什么？最可恶他脚趾头碰到前挡，对，然后那个脚印，对对对对对对对，哇塞，有真气有没有？还有一种是脱了，他就靠得比较近，他会这样弄着，然后就像玩手机这样。对，哦，那就很想从那个缝下面这样。喂，就想从缝下面打他，不要这样。你是喜欢还是讨厌？讨厌，讨厌吗？讨厌，让你分心。哎，埋缝。他就会收下来了，还要打屁股，他生气还喜欢的，这真是没有礼貌的。好呢，好，这胖子应该是所谓的 backseat driver， 什么意思啊？就是那个指挥你，对对对，女生会跟你讲，我说啊，你要这样子走才对啊，前面那边要转啊，那很烦。对，那个是超烦的。要不然就说你慢一点，而且现在红灯红灯黄灯黄灯，对对对，你不要开那么快。没，最怕是都不讲话。哎，嗯，哎，对对对。而且现在年轻人他们很习惯，就是用手机在看 GPS。哦，对。他说我要去哪里，然后就是只是相信 GPS 跟你讲的，所以他就跟你暴露。他说你这边应该要转啊，你为什么不转？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路嘛，比他知道路嘛，对不对 ？GPS 比我们还年轻是干什么东西？对啊，所以我觉得这样就很烦。跟年纪有关。我们经验丰富嘛，对，我们知道路嘛，对不对？这烦，这真的烦。那我也，我不太喜欢副驾。就是睡着哎啊哦对你也想睡我很容易受影响这一点因为之前跑长途的也不是但是我每次跑长途遇到这种状况都会随车小弟睡着了堵拦干嘛就明明以前会跟女朋友说妈你睡他真的睡着就睡屁啊因为就觉得因为我之前去花莲的时候就在一群人出去嘛然后后座的他们就全部睡着，睡后面睡着了，然后旁边本来跟我聊天，聊一聊，他也睡着了，乱皱眉。然后我跟你讲，史上最恶劣的副驾在这里，哪有？为什么没有？睡翻肯定回来啊，从头睡到尾。然后我说好，我开好了，好我开。我说哎，谁不睡觉坐我旁边？我不睡，小哥，我跟你讲，我阴气你。我好，我们从那边出发。还没到那个嘞，风港，还没到风港。就是这样，讨厌。你们那次应该是坐满，对不对？对啊，这种人很讨厌这样，因为坐前座最舒服。对啊，对啊。然后从风港开始，我再叫他们起来的时候，已经在林口了。哇塞，哇，你好拼哦。还有就是我当时太厉害，一路睡到台，一路睡到北。我睡着，但我起来后悔。开车是谁？是他。我那个修理车，他给我开到180，我想，哎，这车子快。他说，哎，你性能很好，我跟你讲，哇塞，可以开这么快。然后呢，我们一到台北，哇塞，看那个新闻太屌。今天在什么北二高那个哪一段有多部摄影机同时在摄影，什么什么，然后我们就开那一段。哦，就是你的车，也不是，就是那一段很多照相。啊，就那天开始临时，那天晚上开始。加强高速公路超速的查气啊！对，哦，我就刚好开回来了。我真的觉得你们讲在旁边睡觉都是可以原谅，自己兄弟嘛，对不对？好朋友都可以原谅。睡一下有什么关系呢？我觉得上车睡觉最过分就是这种，比方说之类的。对，那倒是，怒他家开的，真的。我是上车睡个觉，竟让陈为民如此痛恨。董宗康的一句话让陈为民现场大爆炸。我觉得台湾好像还蛮需要，就是注意有没有救护车啊、消防车从你后面过来的时候，要特别礼让他们。不是，你有那个声音来，大家慌的嘞，赶快靠边停。自从之前几个那个事件出现之后，大家现在都会比较。大家就知道救护车上面有摄影。行车记录器，谁愿意出来要有爱心，要站救护车。不行，你要不要叫一台救护？对啊，我觉得你血压变了，我超过快，国光帮忙！我真的觉得你们讲在旁边睡觉都是可以原谅，自己兄弟嘛，对不对？好朋友都可以原谅。睡一下有什么关系呢？我觉得上车睡觉最过分就是那种，比方说小演员之类，我们拍戏的时候拍完，对不对？哎，我跟你讲出来哦，回台北啊，哦，顺路顺路顺路，可不可以载一下？顺路说啊，哎，上车还问礼貌，哎，伟哥谢谢你带我们的，然后你的车只要一开始上高速公路，你就听到不
熟的人会不爽、啊。你是新人，你好歹要跟我哈拉一下，至少在高速公路，对对对，然后假装慢慢深沉的，不小心这样，就一上车，没礼貌，我有自己，我承认。我坐顾宝明的车，宝哥，啊，宝哥，哎，小刚坐我车，好好好，不可以睡觉，不睡，怎么不睡？在西南也是在下高速，啊，到了，哎，宝哥怎么睡着了？不好意思，少来，笨蛋，坐副驾真的太爽了，因为太累了。对啊，没有，我有一次也是拍完戏，然后呢就有同的那个女演员就是说哦搭一下便车，然后她说我还有一场戏你可以等我一下，我说一场戏应该很快嘛，那等一下，就一等了也是那种一两个钟头，然后我就已经很不爽，但其实因为你对那个女演员一点意思也没有，你就觉得说我今天又要等你，我要晚回家，然后你要搭我便车，所以我就开始飙得很快，我就想说我就是要飙到让你就是下次不敢坐我的车，你知道吗？结果我跟你讲反效果，哎，睡的嘞，一路给我睡到台北，因为你摇得很舒服啊，摇得很对，对，然后醒过来说，那个国豪哥到了，然后就傻眼，然后下次还要再搭你的便车。我不喜欢男生在车上抽烟，因为你一边开车一边抽烟，那个窗户一定要下来嘛，然后那个风就会一直这样过来，很吵，有时候就觉得那个脏空气一直往车里面飞。没有，今年开始好像开车不能抽烟了。对，上个月开始会被罚。7月1号开始，可是开车不能抽烟，开车不能抽烟，骑摩托车都不可以抽烟。可是你如果说你开车抽烟，窗户不摇下来，没有人知道，还闷在里面闷死了。对吧？这路线是不是？不是，开车抽烟就可以开天窗啊。不一定，有的人炸炮，他开天窗就好了。开天窗啊，一样开啊。对，你可以接一根管子接到排气管，然后你抽了就对了，跟排气管一起排走。OK， 请问，要成为一个安全驾驶，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要注意什么样的事情？其实我说实话，以我个人这么多年的交通经验呢，其实你只要遵守交通规则，就不会出事。我自己所有的我们自己所有的毛病呢，跟所有的碰撞，都是因为自己某个原因，你没有遵守交通规则。我讲真的，是交通规则，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不耐烦，是因为我们有的时候，比方说我要赶时间，或者是我觉得这段路很直，你那么限速就这么一点点。虽然有我们自己的认知，就觉得我们应该怎么样，可是说真的。它是定出来让大家守，你只要大家都守这个东西，就不会有快。对，对我举个例子，小康知道吗？我的个性也是上车那种，一定要钻来钻去那种。那我在林口住了6年，所以常常就是一出门1个小时到台北，回家1个小时这样。我后来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你常常发现你自己开得很慢，或者是你在塞车的时候，总会有那种 BMW 或者是那种马自达那种小鬼，很快就过去。我常常是到了建国了，就你要进台北，到了建国你停在慢慢塞慢慢塞，才发现哎。刚那个喜美不是在我前面都不见了，不要说跑到后面去了，是因为这是灵异的事情吗？这不是因为车很多了，对，然后来他下车就给了我一点名字，没有这件事，不是灵异的事情，就是告诉大家那个路呢，其实它设计10分钟，你快不到哪里去，欲速则不达，也不到哪里去，不会到哪里去，对，这差不多就是这样。我觉得台湾好像还蛮需要，就是注意有没有救护车啊、消防车从你后面过来之后，要特别礼让他们。真的，还有阿伯骑的车、阿妈骑的车，你都要礼让他们。对。他想干嘛就干嘛，跟电动玩具一样，突然就就走了。真的就是说要注意，就是说，因为我觉得像美国呢，就大家都很习惯就礼让救护车啊，不是一有那个声音来，大家慌的嘞，赶快靠边停，摩西分红行，对，因为超大声，所以其实这是很重要。然后日本也是啊，日本那个救护车到路口上，他是会用那个广播器跟你讲说什么哦，麻烦让一让，救人重要之类的。但我觉得台湾就是每次在。尤其这种有 traffic 的时候，然后大家都不特别去让那个救护车。我觉得那如果说今天是你的朋友或家人在那救护车里面的话，那怎么办？痛苦。没有没有，这次我看到一个影片很感人，他就是，我知道的那个，好像一个高架桥要下交流道，救护车就看哦，然后那个它是双线道，塞满车，塞到下高架桥的交流道的红绿灯塞满满，开始让大概让40台，哇，救护车就走了。对了，那个很感人，现在是我们台湾越来越有那个了。对，其实这个意识，自从之前几个那个事件出现之后，大家现在都会比较容易。大家都知道，救护车上面有摄影。行车记录仪，谁也知道要爱心，要这样救护车。你要不要叫一台救护车？对啊，我
我觉得你血压有点晚，我差不多快，我差不多快，冷静冷静，大哥。我觉得安全驾驶之外，我觉得那个交通观念要很清楚。是是是。例如我最最最讨厌一种，除了马路三宝之外，阿公阿爸那一种，还有就是高速公路上占用内侧车道，那个是我最讨厌的。我开得慢是不是？对，就是除非你今天是第一台，或是你是最快的，不然就不要占用内侧车道。高速公路永远没有第一台啊。不是，就是说，如果你发现后面有车比你快的时候，对你发现你后面有车比你快的时候，你要把内侧道让开。你不能一直堵在那个车，那个真的很讨厌。车证就表示那个证的第一台是有问题。对，就是那个到第一台，就是可能慢慢开。车证啊，对，高速公路都是车证，不是车证，是不是车证。宣导，对，交通安全。我现在在宣导说，没有人自己指责自己的。对，我现在在宣导说不要占用内侧车道。对啊，内侧车道其实在国外都是这样，内侧车道是给人家超车用的。对，超车车道最快。你在德国，你挡挡看。嗯，对啊。后面那个车他妈开很快，他闪你的时候，你这样看，他其实200多哎。你再不让他就已经来了。对啊，而且讲很快的，在下雨天的时候，内侧车道是最容易积水的。其实如果长期占用，其实是很危险的，是因为内侧车道很容易积水嘛。讲得好，讲得好。我曾经就从机场回来的时候，遇到一台 BMW 在我旁边，半夜下大雨，他直接在我面前打滑，就变成转两圈。然后陈伟明，对，不是，的士，还是你误会，他是转圈回台北这样。不是啦。我那个下飞碟，他当时就是在内侧车道，然后遇到积水，然后我在上18块前，他很快要超我车，结果遇到积水他就打滑，一台老 BMW， 他就打滑两圈，结果他的车头正对我，哎呦，我告诉他吓死，打滑到车头正对我，然后就忍不住拨上去，不是，我就马上按那个闪光灯嘛，我告诉后面的车，因为雨太大，然后就他好像突然熄火，就慢慢往外车道滑滑滑滑滑，因为天太黑了，有那种在那种杀猪的那种车有没有？像载很多那种。或者就砰撞上去，他又再撞到我面前，哇塞！然后又慢慢滑到最外侧一台公车，砰撞两次，第二台公车撞上去，我吓到我马上叫我旁边的宣传赶快报警。接下来要告诉你了，身边做个正妹，你到底能不能专心呢？请看一下，美女坐副驾，他们能紧握方向盘吗？张丰奇听不懂人话，瞬间成人肉箭靶。你们对于女孩子在车上换衣服，你们采取什么样的一个心态？我曾经有过这种拍戏的时候灵眼，她到我车上换，我还去跟那个灯光师借那个反光板。可是你那个车子是不是行进间的嘛？对不对？车子是挺好的、啊，她在我车里面换的，我在外面帮她挡啊。挺好的，对啊，挺好的、啊。不是人家问的东西嘛？你怎么搞清楚题目？你今天要换衣服？我是开车。国光帮忙，美女坐副驾，他们能紧握方向盘吗？首先出场的是演艺圈资深熟男陈维明，面对辣妹强大内功，到底会不会被干扰呢？ Hello， 维明。Hello， 你好。好，我是优以。优以。嗯。你要去？你可以带我去小巨蛋吗？哦，去那么近，要不要去远一点？我觉得去高雄巨蛋也不错啊。好了 ，OK。谢谢。你觉得女生擦指甲油好看吗？那你看看我的漂不漂亮？你的什么？我的脚指甲，你看。你脚放下去，好，你乖，你脚放下去，我不要开车，这样不行，这样违法，快脚放下去。我想换衣服。你换啊，你换啊，你换啊。啊，就这样而已。你帮我把它扣子解开。等一下，红灯好，全解开是吧？对，全解开。OK， 好。对。好，解开了。谢谢维明哥。我可以加你 FB 吗？加。哦，好啊。干嘛？还是你是本名吗？你的 FB？ 我是本名啊。那你会加我吗？你 FB 叫什么？黄雨翼，哎，你到了，小鸡蛋，好吧？为什么没有你的？太多了，没有办法接受，好吧？我先弄。有了，耶！谢谢维明哥，谢谢你带我来。不会，客气，好，拜拜，拜拜。哎，沈维明有收敛哦，三立到小巨蛋只花了23分钟，是还有下一摊吗？我觉得你好像极度不爽他，好像随时要对哪一件事情让你干拐子，因为他真的是车一开出去没有2分钟，他脚就上来了，我就肚烂的太猴急了，对不对？
不是你要干嘛，你要慢慢来。不是你要干嘛都 OK， 可是这个脚你不要上来，我这是堵了。难怪你很没礼貌啊！对啊，你就会想要，对不对？我跟你讲，我想要，想要阻止，想要拍他屁股，就像你刚刚讲的。我告诉你，交通部会把你们三个的驾照都吊销了。我告诉你，是哦，那他刚不礼貌，我觉得这样。就是什么？整个人搂掉，整个人气质什么搂掉，恶心，又有点榴莲味，对不对？没有榴莲味，就鱿鱼。鱿鱼，鱿鱼，他脚翘上来这件事情，是让我对他的判断。OK， 鱿鱼熬夜。你们对于女孩子在车上换衣服，你们采取什么样的一个心态？欢迎张东西啊，我 OK 啊，我还会帮女孩子挡。我曾经有过这种那种拍戏的时候灵眼女孩子蛮漂亮，你连灵眼都看哦？不是啦，我跟你说，她没地方换嘛，因为我们在算是比较偏僻的地方，没有室内地方可以换。她到我车上换，我还去跟那个灯光师借那个反光板，挡在我的车的前面，然后拿雨伞站在她旁边。难怪你会被刮车。可是你那个车子是不是行进间的嘛？对不对？对啊，什么意思？没办法，他车子是挺好的、啊，他在我车里面换的，我在外面帮他挡啊。挺好的，对啊，不是挺好的、啊，不是人家问的东西嘛？你们搞清楚题目啊！他不是在问我换衣服，人问是开车啊，在车旁边嘛、啊，你不开车的啊？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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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啊会啊，欢迎他，欢迎他，到后座去换了、啊，到后座去换，到后座换。会影响我啊！对，后座我一定会影响，一定会影响我。眼睛一定会飘过去，你就会飘、啊。那你后座可以用照镜子啊，不是不是，因为我会担心他会不会被外面的人看，我还要帮他遮遮掩掩的，会影响我分心开车。你这样看一下。高一点换，高一点换，高一点，往右一点，往右一点。对，然后那我拿外套遮起来了，没有，那个我会把我的外套跟衣服挂，就是那个伤口遮起来的，不是、啊，有点像门帘那种，有没有？挡住后座，我不分心，他也安全，不曝光的情况下，欢迎换衣服。这车子还有门帘啊，就是挂一件外套嘛，为了女朋友已经开始要改装浴室了。对啊，张东西好像说什么都不对哦。害怕，我要被人骂。来，哇！第二位出场的孙国豪，直接遇到上车就脱的凶狠角色，他这样还能紧握方向盘专心开车吗？那你可以带我去看电影吗？你要去哪边看电影？去维修。信义区啊。可以吗？可以啊。好冷啊，而且我们真的不该这前期团丝袜。这哪有人大？超热，那我脱掉。不行，热的话就脱，还有冷气要带。建议吗？建议可以。拿什么时候给我拍照？不要乱拍，不要乱拍，不要乱拍，不要乱拍。我喜欢自拍，不管在哪里都行。我喜欢自拍，就故意偷偷入镜。我喜欢自拍，如果很某物从心。我喜欢自拍，来一起自拍。我喜欢自拍。这边好鸟，帮我抓一下啦。哎呦，你皮肤有点黏嘞。哎，这边脱皮了，难怪你会痒。就流汗啊。已经脱皮了。哎，我想脱皮，奶奶脱皮。Give me my new day。你们待会看完电影要去哪里？不知道哎，走走吧。到嘞，拜拜 ，you。哎，这是我的袜送给你。袜送给我。这 bad luck 吧。孙国豪果然还是招架不了波涛汹涌的攻势，从内湖到新义区，仅花了46分钟。46，46哎，很久哎，很久啊，因为一直受到干扰，一直干扰，还是干扰我。那你后面的剪掉，后面把它算来套头看。昨天还在享受，一直我呢，然后警察留下来干嘛？没有参加综艺节目。刚刚那个感觉，我觉得就是光天化日之下，好像到了一个移动式酒店的感觉。是酒店。阿美，你为什么不喜欢男生帮你开车门？开车门为什么要帮我开？是有手啊，我觉得很好哎。开车门，对啊，每一次哎，那很好啊。真的吗？那你坐我车？不会啊，真的，我现在都不知道女生喜欢开车门。开车门很有礼貌、啊，我都不敢帮人家开车门的现在。因为我被好几个年轻妹骂过。为什么？就是我们很习惯，就是你上车你就赶快下来开车门让他进嘛。我真的碰过一个年轻妹，我开车门，她就看着，然后就进去了。
那进去我上车，我说上，哎，系安全带。他说，你为什么要帮我开车门啊？我说没有啊，这是应该的礼貌嘛。哦，你是这样，我们以前开门开门，哎，坐过去一点。你什么时候在 Friday 上过班？我怎么不知道？那西安，哎，你也不喜欢人家西安人的，不行，帮你系的，看是谁啦。如果只没有喜欢的对象，这样子，因为系安全带要过来啊，就是，哦，那是故意，故意，故意，故意的，太故意，靠近，觉得你想干嘛？真的，哦，对啊，现在想要系安全带。你帮我系吗？来来来来来来来，宣导，太不 OK， 宣导系安全带有错吗？对不对？但现在没有袋子啊，系安全带不准笑，对，好不好？严肃，是是是，那还要帮你调冷气哦。哦，调冷气的话蛮贴心的，就我很怕热。调冷气贴心，开车门不行。开车门就是有点太多余了，对。对对，哦，那所以你一上车，他把冷气开到最冷，这样不会坏啊？最冷。不行啦，真的有点太冷。就是如果会主动问说会不会太冷或太热，我就觉得还蛮贴心。可是这很像他比较喜欢那种比较直接的男生的。对对对，上车就是上车。闺蜜姐没有？谁要的？鹏哥，我想 A 比较 A 比较女孩子可以跟正常人交往吧？他喜欢帅气的，比较率性的。邱文喜欢这个，就是开车的时候被压头。没有啦，真的没有，都是因为车上面不是都会有一个那个天窗，要让你上车的时候这样扶一下，因为很容易撞到那个上面的。要丫头进去再压了，对，开门之余还帮你这样护一下，挡一下，一定要的。你做过官是？公主？是没有，是没有做过。就随扈才会这样的。对啊，随扈。那不就很贴心吗？你带你爸，你不会也会这样吗？真的，我说我爸随扈啊。哦，对嘛。不是，那个是孝顺，孝顺。可是这个男生帮女生，这个我也会耶。因为我真的碰过女生都撞进去，对啊，因为我就是很常撞到那一个啊，那你笑死啊，很好笑，那你不能这样护也没有用，我送你。辣妹副驾的诱惑，让唯一开心的飞起来啦！哇塞，哇塞，他脚放在你哪里啊？刚刚这样擦油太正点了吧？对啊，你用力擦吧，毛起来擦。而且有时候因为你擦那个油，它会有点白白的，然后因为车子的那个皮白白的是伺候。国光帮忙，因为我真的碰过女生都撞进去。对啊，因为我就是很常撞到那一个啊。那你笑死啊，很好笑。那你不能这样护也没有用，我送你安全帽。你我用它了喂。对，怎么撞都没关系，你倒立的撞都无所谓。对。好，接下来下一位唯一，下一位出场的唯一，面对这枚无厘头的攻击，他能招架得住，专心开到目的地吗？ Hello， 唯一你好，我今天呢想去大湖公园，我想去游泳。啊，知道吗？知道，带我去啊。OK， 那地方去留下来蛮近的。OK 了吗？人家才刚上车，你是想干什么东西啦？我跟他说，我今天上次还有证据，就是这个颜色，就是骗我的。他是就是有一点花色。我看你也擦得挺开心的嘛，身为好男人的唯一还帮女生买午餐，我看你是想拖延时间吧。唯一，你下车干嘛？都已经花了32分钟了，是还想跟他一起去游泳吗？哎，到目前为止你玩的最开心的。哇，还好吧，我超不知所措的。你擦油哎？对，这个有点夸张。而且他的手机还在那个马子包包里。对啊，你昨天是不是剪掉很多一段我没有看到的？
你就他手跟腰还有哪里？他中间有帮我接电话了，就手机来，就我们不能接嘛，所以我就请他说帮我。这个是最好的宣导素材。可是他又不是他是谁，太棒了，帮他接电话这样怪了吧？不能接电话，我就问他说，我要开车，我等下回电就好。对对对。但是现在车子不是都有蓝牙系统吗？我没用啊。哦，对，你的车比较好。没有，我也老车。没有。不是，可是刚刚这样擦油太正点。对啊。那个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你就擦。但其实后来我去手超香的。手超香，超香，挺超香的。对啊，你用力擦嘛。对，毛起来擦，他要游泳啊，要防晒。那你们会这样子吗？叫人家擦油？我不会，好怪。其实你不要擦，你擦油正脸。不会在车上吗？对呀，对对对。可是不要擦。我们真正用意是示范，在开车的时候尽量不要做这种事情。是，你们不要误会，油在家里擦好就好。对。而且有时候因为你擦那个油，它会有点白白的，然后因为车子的那个皮白白的是事后。不是。宣导，所以我怕有时候用到人的那个座椅会白白，人家会不喜欢。如果在我身上拿出油来擦，我就会杀掉。真的，对啊，唯一的车一定很臭，臭呆了。大肠面线，大肠面线配那个防晒油的味道，你怎么可以容忍在车上吃东西？以前去买食物就挂在外面。挂窗外，其实这样是对的。我有一次这么心血来潮，跑到那个富基渔港，来看人家刚进来那个螃蟹，刚捞上来，一篓螃蟹1000块，我想说买一篓回去啊，你送几只，送几只，就回到家我就忘了。哇塞！海鲜臭掉。后来我发现的时候，那个真的里面去，我门一打开，我觉得他妈里面有尸体啊！真的，那个虫跟那个味道是，对。后来我那个车深度消毒美容了3次，没有办法卖掉了。对，味道还是会在。那没有办法，这个我们曾经倒过牛奶，哇塞，那也是精彩，蛋白质的东西，而且吃到的时候都是已经处理不了，还有吐过的，呕吐的，对，然后我们就一直笑，一直朋友的车，不是很恐怖，因为那时候只有他，大家都要坐，对，而且还是夏天，哇，一上车，超美，那个哇塞，最好像是换地毯嘛，对不对？对啊，我们抱着吐，我操，我是这样，互相吐在嘴里，没有互相吐在嘴里。怎么互相吐在嘴里？恶心！哎，你们坐心爱的男生的车子，会不会特别注意自己的行车坐车礼节？我会。比如说什么事情？我像我关车门一定会小心。对，拜托。对，因为我对，因为很多人也要很小心。现在我们车门自己会吸起来，不用那么关。对，就大力这会生气。对对，会看一下，就是你。开车门的时候先看一下后照镜，然后再慢慢对，好棒哦！对，因为我有朋友就是曾经他骑摩托车，然后他一开车门，然后他被撞的那一个，他就撞飞了。哦，对，那个是有刑责的，现在对，有刑责，对，那个要判刑的。不是，这个是比较恐怖。注意后方，女孩子是有吗？旁边明明那个，对不对？路边可能会有些凸起物什么的，对，要擦卡，哎，对不起卡。然后那个车门那个脚就卷起来，对呀，哇，他这样很棒。一般女生下车他就下车了，对对对，他这样好棒。还有就是在停车场，旁边都有车，开门要小心一点，撞别人。要不然我们台湾很多人的车子哦，那个钣金很讨厌，都是小酒窝，都是别的车开门一个窟窿一个窟窿，一开门太大力撞到隔壁的车，那隔壁在停车可能去看电影或什么，回来就看一个窟窿，对，恨，你知道吗？然后你已经开走，然后另外一台车就是他，就弄他，打开怀就弄他，弄不完，弄。台北会注意什么？神经病。特别注意什么？其实我觉得好像除了开车门，然后不要在车上吃东西，其他应该都还好。这已经100分。吃东西 OK 了。吃东西 OK 吗？不要乱宣导。我真的 OK 嘛？有女生就爱吃零食嘛，尤其长途。不是，可是有些女生吃零食会掉的，你整个车都是。不要乱说，还是要注意。很难清洁，车内清洁比车外清洁还要困难。你是跟什么脏女人交往吗？吃了一身啊！我真是真的会吧？一身，你告诉哪一个女生漂亮，你是吃了一身呀？喝饮料是喝的。对，我载过女生摇摇飞在我车上破掉的。对，少少吃完巧克力，连胸部都是巧克力，全身巧克力。车内清洁很麻烦的。好，对，张同学有请教你一件事情哦。是，曾经有妹坐你车要求垃圾。对啊，不可能，因为那不可能，你不可能他去刮车，对不对？不是他，怎么
吗？不是他，为什么要跟你要求拉吉？什么样的心情？那都是女朋友啦，女朋友在哪里？在哪里？什么样的情况？在车上，因为就女朋友可能太爱我，还是怎么样，我也不懂。那你开到哪里的？什么样外面会让就一般的道路，就台北市区一般道路，一停红，不是开车开，亲他过来亲我，我说别，很危险。那一停红灯，可能六十秒他就开始过来亲，很浪漫。我没办法，不，红灯也不行，红灯也不行，很怪，因为外面人看到怎么办？可以亲一下嘴，亲一下脸，不要垃圾，太恶心了。他不行，还有原因，这样不行啊，不过瘾。嗯，红灯秒数太短。不是，我一个假如红灯不是对面有相机刚好拍到你怎么办？不是的，你又不超速，他怎么拍你？陈为民啊，不是啊，不是。佛祖无所不在。和尚被拍到很尴尬，垃圾，和尚垃圾。我真觉得这样突然来一下还蛮浪漫。对啊，不然是他怕人家过马路的是。令人遐想的呻吟声，让张丰毅笑得合不拢嘴。哦，你爽死我！不对啊，我想说没有。那个女的她其实蛮开放的，但是她也是犯了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就像我那个一样，她上车脱鞋，然后两只脚踩在这样子。哇，你有洁癖你还得了？常常女孩子做完之后车子都是很脏啊。没有朋友啊，吃东西就会掉。常常女孩子做完以后车子很脏，白点像这种乖乖的女孩子不好吗？对啊，把那种那么性感的下车那边都很。国光帮忙，垃圾和尚垃圾，我真觉得这样突然来一下还蛮浪漫。对啊，不然是他怕人家过马路的是他的师兄了吗？师弟，师弟，那我们来看看你开车好不好？来，请看。最后一位登场的张丰毅，能适于美色与度外，专心的开车到目的地吗 ？Hello，Hi，Hello， 热吗？超热的。刚工作完。对啊。OK。流汗。有想去哪吗？我要跟朋友去那个美丽华吃晚餐。哎，你是什么星座的？不会刮车的星座。不会刮车的星座。对。不要这样。哎，是不是要系安全带啊？对，你安全带。你帮我系。不好意思。没关系，没关系。来，厉害了。应该没有碰到你了。没有。你也可以碰到我们一起。那你帮我戴这个好不好？你这个耳洞啊，太久没通了。我很紧。你爽死我！不是啊，我是想说没有。OK， 来量量。我成功了。哇！然后你看到这一间乐器，有没有？那个乐器啊，我小时候15岁在那边上吉他课。你知道我什么乐器吗？没有乐器，吹喇叭。黑箱。哎，加油站。可是在哪里？这加油站太旧了，不要换一间。你是不是故意在拖时间，对不对？我没有在拖时间，我问你时间干嘛？我就跟你说，你约6:30，可是我8点会送你到啊。张丰毅，你太夸张了！三立到美丽华竟然开了58分钟，太爽了！58分钟到新竹了，三立到美丽华，你一天不要干了，去开计程车赚死你！好赚啊！不是，让我解释。你顶大都很快的吗？三立到美丽华很近嘛，就走金叶山路那边嘛。可是那天因为真的有点塞啦，等于下班时间。有点塞，然后他要喝饮料。你就是用牙齿咬着那个车子也会到。我承认，因为他想要多跟我认识。那我在内湖长大的，我就带他绕去以前瑞光路我住的地方。为什么不选内湖区长呢？我就带他绕看一下我念书的地方嘛，三民国中，然后我住的地方瑞光路，然后我学吉他的地方，然后干嘛。你第一次跟他见面就要带他看你小时候的地方。对啊，你第一次见面为什么要跟他交代后事？他说他想多认识我。你会什么乐器？我吉他、钢琴、小提琴啊。那他有演奏乐器给你听吗？他没有，他倒是没有。对，因为他其实他有一段剪掉，他帮我擦口红。他拿这个口红擦，擦完之后还要帮我擦。师弟，你还俗以后干什么东西你？他帮我擦口红，那
我拒绝不了，只好让他点个两下这样子。然后他一擦完之后，口红啊掉到我这里，我就说我剪，他就说不不不不，你看这，我剪，我帮你剪，是你，阿弥陀佛。对，他就有剪掉，因为那个女的她其实蛮开放的，但是她也是犯了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就像文明哥一样，她上车拖鞋，然后两只脚踩在这样子，踩在我的椅子上这样子。哇，你有洁癖你还得了？啊，没办法，想说真没算的啦。那你后来就把它舔干净。你超没原则的，菜就对了。他一下车把它舔干净是？没有啦，他一下车我就拍一拍，因为常常女孩子坐完之后车子都是很脏啊，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拍一拍。这样是什么样的女生？你什么样朋友啊？吃东西就会掉。常常女孩子坐完以后车子很脏，真的，我的副驾真的超脏的，就是都女孩子坐脏的，很奇怪。你摆一点像这种乖乖的女孩子不好吗？对啊，对啊，你看干干净净多好啊！都把那种那么性感的下车那边都很潮湿，你知道吗？不过今天我们做了那么多，还是要告诉你们，今天是错误的示范，就让你知道在车子在开行进的时候分神，不但害人也害己，对不对？好，交通安全人人有责，各人人有责，守法的精神，对，好，有责。来，各位观众，跟着我一起，交通安全人人有责，有责，谢谢，好，谢谢各位参加国盟，谢谢，谢谢。救国团的节目的方式结束。遵守交通规则，人人有责。今天本节目所拍摄影片有许多是错误的示范动作，接下来来看看正确的交通守则。大家记得开车上路要遵守交通规则哦。求关注，你确定到家的猪吗？亲爱的，你今天工作累吗？晚上要不要运动一下？哇！哎呀！他现在感觉很兴奋，兴奋。你是怎样擦才是安心？我可能就坐在旁边，然后一直讲。很怪哦，哎。男太不是女生洗澡。